这种呢最笨的做法呢，它是用这个糖水呢捞起来滴在这个啊、哦、我们的工作台面，它是什么情形啊？水而已啊。等一下，如果温度够的时候呢，有小泡沫，你给它滴看看，它就会水珠状，哎，水滴了，一滴它就黏住那边，定了。嗯，这是啊、哦，用这个直接啊，啊、哦、看跟那个，你看这个泡沫很大，糖糊，哎，所以你不要这样大泡沫，你就倒进去你就失败了，啊、哦，就是刚刚讲的已经有水滴状啊、哦，或是小泡沫状啊、哦，那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再继续煮下去呢？